兔院顶，那我是克糯米粉，我是克炸米粉。哎呀，傻了，二婶我克豆粉，二婶我克白砂糖，好想吃。二婶我克玉米焦着头，二婶我克炼乳倒进去，你拉稀了。妈妈，我觉得好好玩。180我克牛奶，把它搅匀，过筛一下，盖上保鲜膜。再加点小孔，上锅蒸20分钟。开始做料，准备3个鸡蛋，20克的白糖和玉米淀粉，30克的面粉，120克的纯牛奶。这个牛奶好香啊！把它搅匀，妈妈给它炒一下。馅炒好了，面也蒸好了，开始吧。先把面变个颜色。妈妈，怎么做成小兔子的形状呀？看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又到了。可是我想喝奶呢。没问题。好了，妈妈，我还想吃月饼。你怎么知道我做好了？你看。哇，好漂亮！让我也来一个。走，我们去给爷爷奶奶也送点。好的。你怎么吃了一个？妈妈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妈妈给你做小兔子月饼。准备糖浆、花生油、面粉，把糖浆倒进盆里，加入花生油，搅拌均匀。丁丁，你干嘛？捣乱。那一会儿做好你别吃了。不要，我走了。影响我发挥，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啦。把面粉倒进去，用铁砂掌给它捶成面团。看我的铁砂掌厉害吧？给它穿上衣服，醒发10分钟。今天我们包4种月饼：豆沙坚果脆、咸蛋黄肉松、粒粒山楂，还有5仁的。把面团压扁，把馅儿放进去，包进去，变大啦！团好的面盘用模具按压一下，看月饼胚就做好了。你们看这个好看吗？压好了，走进烤箱。烤好了。好香啊！你们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呢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今天来做2月2饼干。Later。做好了，等朋友们超轻盐度，不能放到饼干里吃，不能弄到衣服上，也不能弄到头发上。不用的超轻盐度装起来，下次还可以继续用哦。做咕卡徽章不就好啦？咕卡徽章，先做一个粉色的小麻薯，用千元器在底卡上裁出一个圆片。我也是第一次做咕卡徽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小伙伴们一定要支持我哦。我觉得这个粉色的特别适合小丁，下一次我们做粉丝专属咕卡徽章，谁想要悄悄告诉我哦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安排的。这么快就做好啦，再用画笔装饰一下，贴上镭射膜，徽章机里放上铁盖，做好的咕卡用力按压，再转过来压上后盖，看这样就做好了。再做一个帕恰狗，先来几个泡泡打个底。听说帕恰狗哭的时候会自己用耳朵擦眼泪，是真的吗？谁懂啊，家里有俩娃，什么东西都要做2个，不然都会引起家庭纷争。用画笔装饰一下就可以了，再用徽章机给它压出来就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可是独一无二的咕卡徽章，这2个你们觉得哪个好看呢？小宝要去参加运动会了，表现会怎么样呢？你这是啥表情啊？别逗了，进场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老玩你的领带，放下来别玩了呀。表情还挺多的，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哦。别那么多事了，让老师给你化个妆，要上场了。开始了，好激动哦！这套衣服你们认识吗？还有身怀绝技的老师在表演，小宝他们幼儿园要上场了。看着老师声嘶力竭地给孩子们讲着上场的注意事项，我相信这次的演出一定会非常成功。也看着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努力用心地展现自己，这背后离不开辛勤托举的老师和默默支持的家长。孩子们的表演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欢呼和呐喊，在成长的道路上，这样的经历多么宝贵呀！孩子们，加油，向上生长吧！我再也不吃鱼了。昨天带小宝小丁去吃饭，鱼腥了。
行，你爱吃就多吃点。一条鱼还没吃完，怎么了？爸爸看完之后说，应该是被小鱼刺卡住了。看着小丁哭得越来越伤心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他。啥情况啊？怎么又吃上鸡肉了？我真的服了，吃鱼卡喉咙，吃肉塞牙缝。不过看小丁吃得这么开心，鱼刺肯定是好了。呀，你怎么瞬间又难受起来了？应该是鱼刺还没咽下肚。吃个葡萄用张这么大嘴，回家之后小丁就在不停地喝水。他说，我要多喝水给他拉出来。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小丁，把鱼刺拉出来。看着他这么努力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。爸爸，你在干嘛？昨天晚上小丁都尿床了。我说明天都出汗了，我才不会尿床。今天要带小丁去玩角色扮演啦。别哭了，马上就赶不上车了，好吧？啊，真香！你怎么上车就吃上了？呀，这是一点也不浪费啊！到地方了，快点吧！第一项时装走秀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好像公主耶！这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了？口红都没擦掉。当个医生你自己咋还打喷嚏呢？坐上救护车来，一定要完成任务哦。你怎么又吃起来了？别吃了，要去当蛋糕师了，做得好吃一点哦。做好了来让我尝尝呀。也是一口都不想让我吃呀。接下来是特警体验，我们大家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今日总结，小丁研学吃得很开心。你怎么还哭上了？哎，这胖丁哭着也不忘吃。吃完之后我给他买了个玩具，他非常开心。哦，美了三秒就坏了。就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发现了雪糕，于是我问他想吃哪个，他一口气指了七八个。我再问，听话不听？听话，咱不吃。小宝小丁比赛做母亲节礼物。我先来。停，哥哥先来。好的，我要用粘土和纸巾做一束康乃馨，用粉笔在纸巾上涂上好看的颜色。涂的时候要一格一格涂，涂好之后剪成长方形，再用粘土团成一个圆球，插上筷子，再把纸戳进去。小伙伴们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要支持我哟。做好了，我也给妈妈做呀。专属孤寒，把膜撕掉，把盒也放上去，用另外一个先来这个边装一些装饰品。母亲节给妈妈送个花，这么大个乌卡牌也要支持我哟。做好了，这是小宝做的，喜欢小宝做的扣一；这是小丁做的，喜欢小丁做的扣二。妈妈喜欢哪一个呢？做咕卡徽章不就好啦？咕卡徽章，先做一个粉色的小麻薯，用千元器在底卡上裁出一个圆线。我也是第一次做咕卡徽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小伙伴们一定要支持我哦。我觉得这个粉色的特别适合小丁，下一次我们做粉丝专属咕卡徽章，谁想要悄悄告诉我哦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安排的。这么快就做好啦，再用画笔装饰一下，贴上雷射膜，徽章机里放上铁盖，做好的咕卡用力按压，再转过来压上后盖，看，这样就做好啦。再做一个帕恰狗，先来几个泡泡打个底。听说帕恰狗哭的时候会自己用耳朵擦眼泪，是真的吗？谁懂啊，家里有俩娃，什么东西都要做两个，不然都会引起家庭纷争。用画笔装饰一下就可以了，再用徽章机给它压出来就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可是独一无二的咕卡徽章，这两个你们觉得哪个好看呢？爸爸，泡泡机没泡泡液了，没了就不玩呗。我想玩嘛。哎呀，这不好说，妈妈给你做一个不会破的泡泡。不会破的泡泡，准备洗洁精、白糖还有热水，量杯里倒10克白糖，挤两泵洗洁精，倒入热水，搅拌均匀，直到白糖融化，这样就可以啦。这不是洗碗水吗？什么呀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。铺上毛巾，然后用吸管吹出泡泡。真的没破耶，它还能打乒乓球呢，你看。
哦，神奇吧？我们